爱的心事，却又不知如何告诉你。再一次拿起那放下的笔，总不能顺利写下去。不知道这是什么道理，叫我写了又放弃，心只在此变成纸团，慢慢地装在纸篓里。每当我想再写信给你，总是不能顺利写下去。每当我凝望着手中的纸团，再一次责怪自己，这是怎样的一种心情，叫我写了又放弃，是一个矛盾的难题。谁叫我暗暗地恋着你？诉你，再一次拿起那放下的笔，总不能顺利写下去。不知道这是什么道理，叫我写了